依然维持在高位。昨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.22亿人次，可以说是人气爆灯，到处都是人头攒动，九寨沟、丽江等热门景区都是人潮爆满。今年的国庆长假，预计旅游市场将会接待5.8亿人次。Just so close.